喜欢一个人，你要怎么样的表示呢？也许帮他做一份早餐吧，试着尝试一下吧。煎一颗爱心的蛋，第一次的尝试，新的器具，想办法用你的爱心让它成功吧。这个厚度应该是代表30多年来的热忱厚度，让它慢慢慢慢的成型，爱心即将成型了。这个爱还溢出来了，还可以分享给其他人，慢慢的。爱心蛋快要成功了，是不是要适度的磨一下？哎，没有粘锅，成功了一半哦。那我怎么样把它关起来？还是可以整个把它拉起来，拉起来，爱心不变，还是爱会继续扩散扩大呢？哎呀，我的爱心满出来了，我是不是要把它拉起来呢？试试看，还不行，一生充满了博爱，不行，我的爱已经成型了，经过修饰以后，我的爱心还有一个尾巴继续延长，这最后的成品。可能太用心了，他有点咖啡色，爱的过度，所以他会有一点焦，但是热情不变。献上我的爱心蛋哦，爱心蛋来喽！我是请笑纳。哇，今天早上第一次用这么好的杯子啊！